人生就亲像石头，无同款的过程，会创造出无同款的形体。石头无法度生电，不过人生的过程是用靠自己来创造。对啦，我来介绍，这阮太太叫张小霞啦。您好，大家叫我阿霞就行个啦。阿霞，啊，你抹几下布啊，太连一拢抹袂好，安尼伤慢啊啦。别人吼是饲师傅一个，我煞爱饲师傅规家伙啊。遐三兄弟啊，甲我苦劝的话吼，我有真足想过啦。嫁人面钱脚，日子实在真歹过。我决定要搬出来住啦。啊，不过你得爱缀我食苦一阵仔嘞。我唔惊食苦。我要出去啊！我今仔日经迄边哦，拄好轮到值班啦。哈？安尼你唔着用啊，无法度倒来食饭啊。系啊。啊，大伙若甲因斗阵，倒来着醉茫茫。无你讲，这礼拜你是醉几工啊？哎，应酬加减拢爱啉一挂。我不管啦，反正你今仔日着甲我较早倒来啦。你是要叫我到什么时阵啦？下底就要给人石头汇款啦，啊，搁爱立贷款，我拢唔知要去倒生这钱啊！伊即摆吼，逐工是结一箍臭面，我看嘞，规个人拢变啊啦！啊，无即摆是安怎讲话？伊拢叫你十二点醒啊！你哦，真正是一个好男人呐！啊，你这么听恁某的话？恁某敢不听你的话？你这么生意啊，有一天啊会爬去你的头壳顶。你看咱这些朋友，倒一个人的某敢像恁某安尼，规定一大堆，某啊是袂用得生的啦。你昨昏不是讲有才调，我就逼你看我转来。我只是照你讲的做啊。我讲你就做。啊！你什么时阵变来听话啊？阿霞，你开门啦！你开门啦，是我唔好，我无应该起酒笑，我无应该动手。开门啦！阿霞，无我给你跪啦！阿霞。迄个了后，大概阿贤若是啉烧酒醉，还是心情无好的时阵，伊拢会动手拍我。即马想起来，阿贤真重朋友，朋友讲的话，伊拢会听。啊，不过我的建议，伊煞一点仔拢无肯接受。阿贤甲我同款，嘛参照金龟招，伊用两个部分对待朋友，用上等的部分。来对待我。阿霞，我袂阁动手，你相信我啦。你放心，人阿亲好，无代志啊。
嘛就想你的。阿哈，你回来。离开厝五年了，我甲阿信正式离婚啊。为了要甲过去的张小霞讲再见，我换一个新的名，希望重新开始另一段的人生。婚姻是两个人的代志，需要两个人共同来维持。婚姻若是失败，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误呢。永杰，你真巧，你即摆若回头去想看卖过去，我知影咧，你的心内你一定在反省，家己有啥物所在错误。知影反省的人，就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我相信，足紧的，你就会当看清楚过去，甲过去放下。你哪公公徛伫遮啊？你去啊？等你啊！你拄才去倒位啊？我去病院看医生。啊，是安怎啦？无啦，着切石头的时阵，无细力去切着啊。我想要拜托你，甲爸斗磨石头啦。你较早也毋是无甲伊磨过啊？你较早安怎磨？即摆着安怎磨？石头是袂变的。那边的哦，是人的心。爸，你来啊！新挂这块地盘未？迄过两天啊，人就要来摕物件啊。好啊。妈，妈，我问你，敢会当新挂伊拄做好迄个？这位，你甲恁爸讲，以后有啥物代志直接甲我讲就好，莫阁叫伊传话啊。好，我甲伊讲。妈，那呢？你敢要直接甲爸讲？阿舅哦，落尾是筋疲要落啊，手要好啊啦。哎呦，我动袂调啦，我就是免加山无跳落来洗手啊。袂用抹着水哦，抹着水，干脆搁较好哦，一定要保持打伤，手好啊，才会当洗手，听无？啊！我手拢无洗，足臭的呢。臭伤要紧哦，谁会去闻你的手啦？我会闻到啊。你听话好无啦？我敢要害你哦。啊！无你闻看麦，你闻看麦。啊！足臭！哎，你啊，是嘞，啊，是嘞，是嘞，是嘞，就这样啊，无洗。是什么拢无，我过头会看到，花开花谢又落幕。哎呀嘞，人家都听嘞。泽伟啊，阿杰啊，恁妈咧讲的话恁唔爱听，你好呢？小当初吼，恁妈爱一面做，小哥爱一面带恁四个囡仔。你是我辛苦你知无？以后吼，大汉你就要好好听你妈的话，以后你爸爸知无？知啦，我是甲你讲笑的啊，有话我哪有可能无要听？妈，你知我是甲你讲笑的对无？你哦，吃你的啦，囡仔人话
坐过的猫仔嘛。阿星这句话，我以前安那等都等袂到，伊总算讲出我上希望听到的话。就安尼短短的一句话，好这么多年来，打在我心肝头的乌云，全部拢散开了。